饭，米饭，面条，面条，饺子，饺子。中文不难，很简单。你的睫毛真好看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的睫毛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可能是真的吧。小梅，豆腐多少钱？一块两块。多少钱？两块一块啊。中文太难了。说中文真的有这么难吗？ Lucky Sis 让你的中文学习不再困难。